即马来哈，咱即马下面这段，吼、哦，这段下一点钟的时间，咱即马来甲了解这个，即马来讲引导安尼。这引导内底，咱分作两段，第一叫做人间百态，哦，人间百态讲你甲看所有的众生的众生相安尼，安听好无？众生相一句话吼，就是人间百态，啊，唔过范围包括较宽，哦。那么第二个来讲，同人不同类啊，偏偏是人，可是呢，伊安怎来做人诶，都无同类来。这段时讲安尼哈，所以这点大家注意一下哈。啊，只有会去补充一寡真内底写无对诶哈，譬如讲。人就是结讲人啊呢，那么人家人呀，这个为什么能讲的？就是这个朱叔祖，朱叔祖对孔子因孙啊，伊讲的哦。那么这个人道的这个道，就是个指路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路，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行为。人的行为就是要有人族的行为安尼，哦，这个道就是讲行为，安尼叫做人哦。啊，不过现在这个人哦，变成白天的狼去啊，现在人拢大多拢安尼，哦。但是明主较讲人心者宜人多呀，这句话吼、哦，含主事主讲的有一点啊。两字字颠倒，主事主是讲人家人俩，哦，以头啊，迄句话是讲人家爱有人，啊，唔过名主即个讲有人的人，他是人安尼，所以讲人家人心，人心家，宜人多呀。啊，但是下骹有个三句话：下其路而忽悠，放其心而不知求。哦，哀哉安尼，伊喺下面是安尼，人家人心者，宜人多呀。这是明主讲的了哈，哈、哦，讲这个人哈、哦，应该人来做咱的心，懂？这个人主的人来做咱的心，安怎哈？爱有等于讲人做人爱有人主的心，哈、哦，安、那用义来做咱人的行为，做咱人要行的路，但这个义哈。哦叫做义理，义有哪叫做义，哈、哦，也叫做正直。讲做人一定爱正直，正直就讲一定爱有仁义道德的意思。不过现在人，卖讲现在人，就是在战国时代、春秋时代迄、那个时阵的人吼，都、哦、差不多拢种道德沦丧啊，都拢种无道德啊，所以明主较讲。下其路而忽悠，就讲从这个路，二个路拢唔行，
啊，自从这个心甲放掉，就是讲人诶，这个人心，人心道德甲放掉，叫做放低心而不低求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明主讲哀哉安尼，最悲哀，最悲哀就讲人无仁慈的心，无义理的心，这种的人上悲哀，吼、哦。啊，搁再讲一句话讲，人有加欠放，即低求，有放心而不低求安尼。讲人有几啊只胖去，就要吹，啊！不过心已经无去啊，无想要吹等啊。安了解吼、哦，这明主就讲这两段话。安了解，所以我今麦大家用在落去用这两段。啊，所以会记者，咱做人一定爱有仁义道德，安尼才叫做人。啊，那无呢？人会讲你这个人哪贵？啊，这个人哪精神啊？对不对呢？哦，这点要注意哦。所以咱第一学佛的人，求得人心，求得先求得人心，甲求得义理倒转来。所以佛陀较甲咱讲，一定爱有五戒嘛。因为这个不杀生的人嘛，吼、哦，啊不堕他的义啊，所以这两个一定爱修倒转来。啊不邪淫就是礼，所以这仁义礼智信，就是不杀生、不堕他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安尼。好、哦，那安尼来讲，咱做人就做了真成功。好、哦，这点要注意安尼。所以今麦要讲人道，伫人的道就是以己为道安尼，以人为心，以己为道。爱注意安尼，才叫做人道。啊，那无是袂使讲讲啊，你这个叫做人。好、哦，这些人是较好讲啦。今麦吼，拢变成这些人去啊。所以唔讲人心狗肺嘛吼，对不对？龙的心高啊，喜安尼。我即个事实讲，真个人就多数拢安尼啊。唔过无多，这是伊真相，就是迄款来啊。变哪要叫唔对，都本来就唔对，就是迄款物件来。我才会讲对啊，迄款物件来，所以变成龙心高喜，就是动物精神啊来出世的。哦，安了解无？啊，不无要紧，你今日问道道问法了，你一定爱求得恢复。恢复人性嘛？啊！你今仔日修行学佛的人，你无恢复人性就袂使，你无恢复人性，要安怎达成天道？不可能，天道是啥光明之道嘛？哦，一定要先恢复人性倒转来，已经放弃了，但是即马一定爱一直修修，才恢复人性。啊，无足侪人都无注意这个，所以这个下面较讲安尼，六道中的人，好、哦，因为先得啊。应该要有仁慈的心、哦、甚至要明义理、哦、还要再知廉耻，知廉知耻啦、哦、了解无？啊，不过现在人感觉廉耻不是无，本来有，但是大多数的人是无廉耻，你知道无？足无廉耻的，这是事实的代志，未见未消。迄个无廉耻，讲唔知见消意思。哦，啊，搁再来，啊，无明辨是非，对甲唔对哦？所以大家安尼无了解，讲到底我这款的做法是对，还是我这样的做法唔对？迄款叫做无辨明是非。啊，你甲想这样的人靠安尼，啊，唔过无安尼个，无安尼就袂使称作人安尼。无安尼啊，无迄个仁慈心、明义理、知廉耻、辨是非。哦，啊，若要阁重要，就讲你一定爱辨善恶，对不对？我写迄个就是要互你知影即个问题。哦，你今日有个人，你唔知讲你到底生是爱安怎样，啊死一定爱流芳百世，一定爱安尼啊。总共互你无流芳百世，你嘛知影你做人爱做得真起工。啊，我根本无这个注重这点代志啊！啊，无唔对啦，一个小小的百姓嘛，当流亡百姓啊，是爱听迄落，安尼从迄个赵氏孤儿安个过较好好，听好无？迄、那个典故恁知影？洪五回嘛甘愿啊，因为伊的主人这个村甲村这个囡仔尔，到尾以这个名啊，一个普通的一个奴才尔，伊流亡百姓啊，这历史心难不明白，哈、啊？你个想清掉尾这个部分？是一个乞丐呢，恁应该知道。伊安尼扣钱来办学校，
这难道未离婚别生吗？安怎样不？我卖去甲讲三省迄个亚利迄个做啥物？五天精啊，啥物人？迄个有无？为着来救人，到尾死去啊！迄嘛是底下放入一个屁啊！迄嘛是离婚别生啊！所以我咧讲做人吼、哦，一定爱做得真清楚，唔通做计用屁嘛！屁臭嘛，佮死了讲死好，这人较早死死也好安尼。听有无？有种人是安尼啊？这人是毒虫啊！你来当较早死的，较袂害社会，较袂互厝边隔壁个，隔含你大组的隔惊遐，是毋是有人会安尼讲？啊，那有诶想，哎呦，啊，这个人较唔加老几年啊，对社会真诶有益，啊，较唔加活几年啊，哦，安尼唔较健康。哦，这個、应该大家知影嘛吼，哦，安、哦、了解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人，但是人诶品性行为哦，啊，其实这毋是人诶品性啊。所以现在说人的品性行为不过真少有人主的心表现、哦、现在你来看社会这个道德、哦、道德已经沦丧，这熟悉的事情义理已经反弹了、哦啊、不过我们今天、哦、我现在跟主说一下、哦、不是我有这个责任说挽回这个个社风道德，不是这样而已，我们大家有要共同维持。今天我怎麼想在一個出家菩薩道來的人他要淨化人心，這是我的責任、哦、要淨化人心當然一定要教育，不教育不行，所以一定要拼生命來教育，這是我的責任。但是你也有責任，你怎麼沒有責任？但是你沒有責任，雖然你不能站起來台下上說，但是你總是可以雖然客教，比如說家裡隔壁孩子呢，啊，是同事啦，你总是袂使放点点啊！你别讲，你若放点点，比如讲你去同事，你讲两句道德经的，听到有啥物唔对？对不对呢？啊，你但是你本身爱表现出来啊！你若无表现出来，你去讲着空嘴白话啊，心人要甲你信。所以今仔日阮出家的佛弟子，一定要有维持这个社会道德的责任，啊，甲广度众生的这个职务，这是阮无代价啊，听好无？啊、你嘛爱呀，你一定爱做一个人间的模范。伫同事啦、同业啦，还是讲家庭内底，你袂使讲一个是那爱教的啊，改善那种。比如讲，人有代志发生，你总是爱讲两句话啊。哇，讲迄要从啥？哎，惹是非，安尼你要从啥？我想问恁，你学法学了要从啥？所以人吼、哦，过分的乱讲哦，我真正无赞同。因为还有一条义的路要走出来嘛，对不对、啊、但是你总是你本身走出来了，你若是说社会你的同事你的团体的时候，你的厝边隔壁有什么不对，你跟家人家哪有什么不对、啊、你若没这样教时候，有的你怕自己的怕贿赂，你又不敢说你要算什么爸爸算什么妈妈，听到没有？你想说孩子不对啦，吃酒啦，灰啦，弄死人啊，又怎么起笑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安尼扭扭落落，再把困在遐倒，迄读色书啊！哦，啊，你讲想讲，迄囡仔无教来，迄就是无教嘛，无教，即马变互爸母含羞，对不对呢？啊，是啥物人唔对？爸母唔对啊！啊，这是啥物人爱做做？就是讲你本身无迄个职责来去做，就是兄弟中心唔对，你咪爱甲教。爱甲读经两句啊！你做人那是安尼，哦，是点爱注意这个。所以今仔日真侪人无这个人主心的这个表现，有那发烧证据。哦，你今仔有证据的人，搁再好人讲，这唔对。我了解吼、哦，所以人未使发烧有证据，可以讲呢，善恶的行为吼、哦，在人道中有千差万别。这熟悉的代志，啊，无原因啊，哈、哦！所以咱经典中有讲安尼讲，人间是五处十地地，因为这粒地球哈，咱讲真正这地球啊，对。譬如讲南北极是寒冰地壳，安在无？寒冰地壳个，啊，那是这粒地心，就是火热地壳，所以并未这粒地球内底多。哦，十寒地壳，啊，八热地壳，安尼，这个所在都地壳多，安听有无？
啊，个十来油精地角啦，一百公八地角，这是山林内底拢总有。啊，个再有这个畜生道拢伫遮大，啊，个这所在有真侪鬼道个鬼道伫咧，这是熟悉的代志啊。诶，山林啥有足侪鬼道啊？你爱知影哈？啊，都市嘛是有啊。这是我即摆假讲，毋是人像鬼迄个鬼啦哈，是真真正正有个鬼道的鬼。啊，个有畜生道，个有修罗伫遮嘛？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个叫做五处十机地，但是另外一句话叫人道是五处十身体。要甲诸位讲一句话一下，人间吼，平平踏脚向安尼，啊两只脚脚踏伫土脚里，吼、哦，这种的人吼，伊、哦、后地角来，后个鬼来，后这个各种无同的动物来，听好无？后阿修罗来，啊有伊过去是人，啊即嘛有修改，今仔搁再出世做人啊，吼、哦、啊嘛有天上来，天人来，啊嘛菩萨来，即嘛下面看这段。哦，叫做五处十身体。哦，譬如讲有地界来转生，哦，啊有鬼道来转生，来转生做人道；有哪有畜生道来转生，有哪有人道再转生安尼？安听好无？搁再来有天人、有天生、天人、天仙，变降来，因为伊福报已经尽。不再落在人道，有诶落在地狱道了，几多落拢有啊？看伊诶业色种诶种子，就一粒升起现灵。啊、哦，啊，搁再来形成人间，算起来一个大杂院安尼。大杂院知影无？知吼、哦？哦，这时间就安尼啊。不但面对各种种诶问题之类吼，所以当然有那菩萨成愿来人间。哦、所以这个菩萨一旦升愿降生人间，哦，伊便实现救度众生的这种职责。一世人安怎样，就是努力要说法度众生，就是想讲要安怎来从这个社会来甲改变，互变成真良善的社会。这个风气互真单纯啊，伊就一味就想讲要努力这点。哦，这个菩萨行愿是降生人间，按了解哦，有一种是圣贤有天生来转世，比如讲伊过去，都伫人间都是一个佼佼，都是一个道德仁义的人，哦，啊，有的是天生来的。那么既然这两种来的，就是一以保护人心义利啊，哦，这是必然啊，因为伊今仔日会去天上。啊！即嘛，伊搁在伫天上来到人间，当然迄个仁义道德，伊就固掉咧，必定安尼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搁再来，如果是恶道来转生诶，好、哦，比如讲地狱来啦，恶鬼来啦，啊，是讲畜生道来，是讲修罗来，吼、哦！因为十念未尽，一切机智行动，难免会远离仁义道德。最熟悉的，第一个人家人心也疑人多言嘛，哈，哦，这个当然，伊到恶道来，就难免会远离真义道德，所以表现着凶心残暴安尼。哦，阿伯有讲到哈，阿伯讲到，所以人类的这个品性和举止动作有天渊之别啊。你甲看，即马有个人真好啊，嘛毋是无啊，有个人是真恶劣啊。最近新闻不是为了甲老母讨钱讲老母，甲阿嬷要客厝客去等，无讲阿嬷，
点点要甲老爸讨钱，两百块要讨钱食，饮酒，因老爸讲袂使，安尼两个拍到老岁老弟，吼、哦，啊，佫再来呢，食毒，你佫叫因老爸食，因老爸唔食呢，我那个推，吼、哦，假推老爸，听无？啊，有诶困就困到遮长，啊，老爸老母安尼甲叫叫袂起来，像今仔较一个安尼尔，因老母甲叫叫袂起来，到尾唔知哪七弄八弄，再弄着头壳，再弄着底。啊！即卖迄个囡仔透早叫袂开，囡仔足济呢。迄个那像过去都毋知猪啊啥货咧。吼、哦，你看我即卖讲即句话，毋是凊彩讲讲，后壁有写着哈。懒惰、笨蛋、爱食、吼、哦、大迷信、佮爱困眠安尼。安尼咧，即真足济。迄款少年仔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暗时啊，开始做暗工，只安尼飞，安尼飞。啊，暗时顿啊，暗困啊，到透早阁困袂起来，啊，唔讨唔贪，听吼？恁厝唔知管囡仔无啦？凡事有啦，我讲真正啦。即嘛，即个物件，即种物件都充满天下，哪会讲无？听无？后尾也未阻碍啊，足糟糕个啦！真个社会真个足糟糕哈、啊。所以安怎样吼？搁再讲呢，人间个百态吼。有富贵诸仙如天人，有无？有迄种人有无？有啊，上个无伊嘛，当一个仙道啊，对吼，伊嘛会用帮助人啊，对吼。你甲想讲九二一的地震哦，迄、那个南投的体育馆的门口顶蹲到无当蹲呢，你甲想看嘛？伊嘛是真慈悲啊，看着人力、机力、人机、机机呢。哦，你甲讲世间。无嘛，有啊，但个另外一种人就讲，既然物件遐济，我就来甲斗抢斗用啊，迄嘛是有啊。哦，啊是迄个中寮迄个乡长咧，人用起个物件，人要凊彩怎么共藏咧咧，迄嘛是有，迄嘛是一种人。哦，你甲想讲人间开有呢？遮尔啊强烈，有个人讲救人救人，有个搁再人要救人个物件，搁再共摕起偷摕转来。哦，那就讲，咱买去买一挂帐篷啦，帐篷因现吼，迄、那个所在拢欠帐篷，啊欠睡袋，欠棉被，啊咱棉被去买，正常含平常是买小箱，啊这个睡袋去买也是小箱，买去买帐篷咯，平常时一领帐篷是1600块，到尾一个迄、那个中间要去甲买一领变6000块，你甲想卖，即马甲讲唔通啦，即马都大家。计无物件吼，啊，阮就买来买予人哼，啊，我当时也有这个机会通去赚啊。一听到是足恶劣，我现个推落上好，安、啊、听无？哎，真正无人心无毅力的，啊无，这叫做人生百态啦，安、啊、听无？那我安尼，人去真济，得去真济啊！你若佫讲赚这个机会，得去抢啥抢这个劫财，就讲有灾劫的，而这个财物。一听到吼，是中了个，你敢知？听到讲未受气嘛，会受气啦。安听吼，哦，所以先来底较讲安尼哈。有聪明伶俐，亲像仙人，哈、哦。为人真聪明啊，啊，叫做工作真伶俐啊，啊，去烦恼代志真单纯真顺。人家看到讲啊，这个重点伫倒只，人家处理真好势啊，为人戆嘟戆嘟。啊，七做八唔对，啊，常常做唔对，哦，所以有聪明伶俐如仙人，有刚愎相还，亲像修罗，刚愎相还就安怎讲，自作自转就对，啊，无要听人讲，因为家己安尼想拢对，啊，七做八唔对安尼，啊，佫再真烦，真烦百面，啊，我都要安尼做，你是计较安怎？唔对，我较家己负责啦，好安尼大细声，啊，那到尾袂收煞，安听无？他们做的未收煞呢，啊，他去拍摄，啊，拍摄嘛，佫会公事夺利哦。啊，若无伊按照我安尼做的顺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都为着佫讲迄个话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胸怀亲就收了。安听无？有个人无耻顽固亲就畜生啦，啊，佮讲袂翻车，听无？伊唔对，伊家己本身当局食袂，人伫边啊旁观食清，该讲你袂使安尼子。你安尼做唔对，唔过伊安尼翻百面，无管伊是中辈还是讲中车，无管是大店，安好安尼压
变一个面就起来啊。安听无？这个叫做如此顽固如特性，这个就坚持好自转。哦，那么这个有的是兵坚本断像牛鬼安尼，伊本身就已经有迄个个环境未顺啊。哦，兵啊、坚啊，那个本断。哦，多亲像牛鬼，牛鬼有的人是屈的，迄、那个鬼啊屈的袂顶袂当。听无？我伫讲这种经典起来哈，唔是我甲你讲的哦哈。啊，就是人间的百态啦，吼、哦！看无，安尼点即有世世间有种人有无？啊，无要做工课，安尼规日安尼无所事事，那是食食食就困，啊就放安尼，啊那无就提在大厅看电视，啊那无出来游荡，吼、哦，那是迄无魂的无灵的鬼魂安尼，听无？啊那无就像迄无魂的稻草人安尼。你看世间有种人无？这个叫做啥？分段、贫贱、吼、哦、来多、吼、哦，亲像个个有诶作恶相信，众生受尽如地狱。规日放出来，过日伊搁在作业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放出来，即马搁了入去关，啊，搁放出来，伊搁在出来，规日来搁作业啊。有无？真社会犯人有无？有啊，较会无。我迄个民国63年吼，起火烧岛，啊，我甲看一寡资料，一个老伙仔吼，60几岁啊，伫火烧岛遐关三遍，一遍7冬，我关21年，啊，安知无？啊，有诶，歹路无行，煞未活呢。人讲歹路唔通行，行到到尾是不归路嘛吼。啊，即嘛即个关七冬，关几年出来了？吼、啊，譬如讲假设啊出来，伊着搁去做事啊，搁都唔对，唔对，搁关人。哦，这世间是足济这种呢、哦，啊，对一个行歹路是好，到尾有这个好的结局，行歹路大家都无好的结局，叫做不归路。那么这个情形都天天啊有迄种人，啊，不过就一干就伫地界啊管了关系小将，啊都无防关都未开话呢，听好无？安听好无？啊，无防关未开话，就爱不是关在内底安尼。一间啊，客到20个，安尼开开话，听吼。因此，人间是罪恶的大本营啦，吼。啊，搁在有那，就是成就圣贤、金仙、佛菩萨的温床安尼。这是仙字吼，是印度有那讲起摩诃萨叫做金仙啦，哈。摩诃萨叫做金仙，成就圣就是十圣，啊个成就三贤。菩萨摩诃萨，有那伫这个咱这个娑婆世界较容易成立安尼。所以这句话吼，我阁补充下，因为这个个佛尊伫迄个个无量寿佛经内底讲安尼，讲伫这个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他也净土修行100天，哦，啊伫这个世间修行10天，他也净土修行1000天。啊，这个维摩诘经的最后一篇，维摩诘大师讲安尼，在这个世间修行一世，他赢净土修行8000劫，所以这个世间实在是成就佛道最好的所在。按了解，虽然较困苦，所以这个世间有布施、有持戒、有忍辱、有精进、有禅定、有智慧，所以这个叫做啥？也就是成就圣贤，哈、哦，啊，金仙佛道的这个温床安尼。所以唔免惊艰苦，因为这个世间嘅修行哦，功德力非常大。所以佛尊佫在讲安尼：十方诸世界有无量嘅佛尊，大多数是由这个世界、由这个娑婆世界所成嘅安尼。安了解吼、哦？你佮想讲，伊已经有定一个现劫是千佛，啊，庄严劫是千佛，成就劫是千佛，拢总这个世间未来无偌久会成就万佛嘛，对吼、哦？所以唔到一个万佛，万佛明经。安了解哦，啊，像这个万佛明经的这每一尊佛，都伫西方世界去创造一个国土，搁再继续救人，吼、哦。所以注意可以讲了吼，咱大家幸福应该袂遥遥无期啊。安了解无？袂遥遥无期。啊，咱过去是遥遥无期是无唔对，吼、哦，人已经有足济佛菩萨，含咱当时当者，啊，人已经成就佛道啊，啊，咱今个伫将。
众生论，但是即马已经会当了解，是条真单纯的路。啊，佮伫即个所在去听大乘经，佮再发大心过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富量话三昧地当开发眼啦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应该袂晓也无其他着，但是一定爱落实即个戒定，啊，文殊修啊修戒定慧，吼、哦，爱注意这点吼，安、哦、尼知影哈。但是因为人间是五处十基地，啊五处十身体，吼、哦。会记住了，所以人间有善也有恶，会袂？吼、哦，搁再有好也有福安尼，安尼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有啊，甚至何不单行啊？吼、哦，有搁再来有苦也有乐安尼，有欠也有讨，我都大家拢去做业嘛，啊，做业即嘛就欠他，他欠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！就因个就点么个甜未煞，啊甜甲好哩好啥？太过手把头甜，咱甜甲分未清，到底是因还是果，还是果还是因，我拢搞不懂。安听好无？哦，啊！不过你若无相信了，人个唔知讲现实世间的一切现象，事实讲，那不是做业就受果嘛？哦，所以这世间也有欠，也有讨，听好无？我道理就安尼啊，都做。作业做到一大堆哈，有贵为天主，有哪有富甲一方，好业甲有够大，财产有够大，动产不动产真济，迄、那个叫做富甲一方。吼、哦、啊，做呢是做天主，搁再来有贫无立锥之地，善甲啊，连一个卡车通大都无，啊就安尼放，连咪。大嘞，啊！得个连咪家己搬走，啊！得个人去讨啊，又个搬走。像今仔日看一个新闻吼，高雄一个退伍的这个老兵，啊，即马食到95岁啊，恁敢看到？恁阿婆安怎呢？搁再扣二转，啊！再扣扣吼，扣了上结束煞袂惊，阵坐倒阿去讨，那偏偏出95岁啊！啊！即马一个甲调查起来。一个某70几岁，迄就是老乌啊，伫遮娶某，啊，佫生一个囡仔，智障50几岁，听好无？啊，你甲想看这有悲哀无？啊，这嘛是严呢，了解无？啊，这我们得咱要搞，用起这个政府所设的这个养老院吼，伊佫唔肯，还讲我安尼捡多就生活，啊，你甲想讲捡一个较济就煞袂惊，安尼佫艰苦。这叫做啥？迄锥吼，就是啥？迄个有无？迄个锥哈，迄个锥就是锥，锥的尖尾，一点啊尖尾的地通个大都无。哦，你甲想看咩啊？哈，哦，这么来，有的人是无继续治疗，比如讲阴暗症，即下明仔载无必要。有安尼无？我甲你讲有啊。这么这个经济陷落已经有人啊。全省有50万的学生要交学费，无当交，最严重有5万，你有看到报纸无？哦，啊无头路的超过4%，我你讲哦，这是好劫哦，你唔能够当作个刀兵剑龙较好劫，这是真正乱象啊！唔过众生的这个劫你无法度，哦，这叫做好劫嘛，啊好劫叫做瘟疫，瘟疫就囡仔的迄个肠仔炎。即嘛已经干那南投县，我今仔甲看新闻哦，100几个，解无？吼、哦，经济困难，搁再有囡仔会病出来。安了解哦，即、这个叫做啥？有个人是家务继续之苗，有高修后夭折；有个人有灯火修，啊有地命，有牛顿，啊有通达。牛顿就讲什么代志拢无啥了解。安尼一口戆戆，啊，食到肥肥，安怎个无？有啊，真足侪人啊，迄看到知影，面甲看到知影，安听无？啊，有是安尼，通达是讲聪明达理安尼，也是讲聪明，吼、哦，啊，未真明理后迄种人，安听无？但是因为各人有习念无同，所以根据业识个经济发展起来了后，所以互不相关。因为福分吼是各人有福分的人去福分，
有贫穷的人去贫穷，这就是业业力引起的。啊，无去安怎？咱内底敢有人无头路的？咱内底有没有？没有吧？哈、哦！所以若有去修行哦，搁较困难都袂晓要着。我甲你讲真正，我全省哦，各道场我拢有问过，但是目前无迄个无头路的。哦，你都若要修行，啊，福分自然起来。你有要拜佛，福分自然起来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哦，因为咱佛陀哈，甲咱这魔佛实有德在报，伊会当甲你暗中甲你处理，你哪会去唔对？哦，唔过现实都有人安尼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真真正正经济陷落，这属实的代志，啊都无法度咧。过去咱生活好的中间吼，这人真夭折，讲夭折听无？真浪费，无要少吼，今仔日开始败落。迄十几年前，我就计甲大家讲啊，讲大家若无要少吼，我甲你讲，念咪就好看。啊，唔是安尼尔，可能会愈严重。我不骗你，这熟悉的代志，大家即马生理歹做啊。过去熟生理敢有顶大，生理敢有顶大，敢有减少加减吼？吼、哦，有的人吼、哦，迄卖衫裤卖到减五，已经靠无五成。含过去的生理即马卖无五成，但是高雄有地主我甲问哦，伊讲无啦，减少款尔。减少看，伊减少看，啊，有诶减五成，五成我是安尼多方面听来。不过咱遐有地主计卖衫裤，伊讲减少看，减到一成安尼呢，安尼还好啊，对不对呢？吼、哦，啊都无法度个人业力个，因为修行诶人较会少吼，最熟悉诶代志较毋敢浪费。啊，修行人较健康，吼、哦，啊那一般诶人趁着开啊，着博啊，着啉啊，嫖赌瘾啊，啊着安尼消费挥挥啊。哈、哦，啊，等你浪费了，啊，即马等等，即马已经无完嘛，啊，卡来个，来个靠腰了，靠腰就讲无饭通吃嘛，呵呵，哦，对不对？我都伊家己做业啊，这必，所以今仔日经济含到这是大劫啊，恁来知影？这属于代志，所以即马有人抢，有人偷，有人骗，足严足严重诶嘛，哦，逐日都有啊，火烧厝，台南放火一大堆啊，这都是由贫穷而产生的一个。牵连着这个恶报嘛，恶业啊，要注意哈。啊，所以有的高修，有的夭折，有的愚蠢，有的通达。各人因为时代无同，就是根据业识政治发展，所以互不相关。各人走各人的路，各人受无同的这个德报安尼。哦，要知影，啊，看各人做，各人去修嘛，听无？但是人事方面有是非，有清机，有对的，有唔对的，有娱乐的，有啼笑的。啊，听，有恩怨，有道歉，哦，有冤枉，有哪有无公平？世间就是安尼，业报现前就是安尼。有顺心的，代志做得真顺，迄款人啊，这样大家咧做啊顺顺，那样大家咧做啊顺顺。哦，啊，要创啥都有。哦，这叫做顺心，嘛有歹接受的事，就比如讲都无应该安尼，才会忽然间的发生安尼。这叫做我未接受，因为前因后果嘛，吼、哦，恁应该知影。哦，但你咱接受就是事实来的。比如讲咱大家，那是这个因果前因，唔过今仔个有修到，迄、那个后果还未生。那么时间到，应该大事化小事，你有哪接受？你袂使袂接受钱，听好无？比如讲，我脚骨摔断去，我袂使袂接受，这就是有绝对有共讲断去，听好无？无共讲断，我脚袂断，我管你就听好。这因果真清楚啊！无代无是你脚哪会断去，哪会摔着就断去。虽然讲年纪较侪，这个较介入较脆弱，这是无唔对，流失去啊。但是那是如何？那无前因袂安尼啊？哦。这环境个人这个代志，你唔肯接受，但是事实就安尼，你未使无接受钱，吼、哦。这代志先有何不单行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有无？但是应该注意较未遐严重，啊、哦。我都捌过咯，你安怎做，必定安怎报嘛。
有有哪有无妄之灾？了解哦，迄毋是无原因的。哦，啊，毋过有真侪咱感觉想袂到的代志都发生啊，这个叫做啥无妄之灾？冒风火连天会得兵劫，今日只做好作业的嘛。风火连天的得兵劫就战争了哈，战争。啊嘛有无情水火的灾祸啊，白白恁家己想。有啊，这熟悉的代志啊，但是伫这本佛说，这个业罪业报应经内底吼，我即马甲恁讲几条代志。哦，我即马接安尼，啊好，另外接一个哈。这个罪业报应经内底有讲安尼哈，讲今仔日人道中会有各种的问题，伊即马佛陀卡甲这个嘿徛都徛嘿，这个徛。徛为的为讲，而且个摄氏精舍含1250比丘，较讲安尼，讲人家做福，吼、哦，还是人家做恶业，不亲像树啊，一粒籽甲点落了，伊渐渐长大，长大甲无限。今物大家注意听哦，你一点仔业做落了，伊讲为人好贵，国王长者。是安怎？伊今仔会好？有真济生在即个贵气，而且帝王家，啊，有诶是安怎有富甲一方诶即个中者？因为伊过去就是礼三宝、拜三宝，伫三宝中正吼，安、啊、了解吼？搁再来，为什么有人有大财富无限？就是伊过去伫三宝中布施，吼、哦？为什么有人长岁寿，啊，搁无一病强壮？伊就是过去有世界，安尼就是过去因今生的这个果。即马这段讲讲的哈，为什么有人伊面相端正，面色好看，这个轮廓非常清楚，看了真明，哈、哦，甚至伊的皮肤阁真洁白，安听无？互人感觉对这个人安尼甲看看袂先。伊就是过去修忍着，我即摆去讲现象界的人，啊，就是过去因，哦，也注意听啊，哦，即摆阁再来，做人若是会当精修无分段，哦，当然伊会当有要愿意要正福德，伊先落开要安尼，就是伊过去伫佛法中有精进，明白道理。好、哦，即马来，为什么有人一生中非常安详，拢总无事无讲？好、哦，阿哥在伊个讲话真谨慎，啊，每一句话拢总结，对过去有修禅定。安、啊、听吼、哦，过去有修禅定。即马来，有人为什么伊明白会当改进深的即个佛法？你即马注意听哈。伊就是过去学佛的智慧，伊今仔看伫这个世间内底，伊讲经说得非常流畅，法义上分析了非常，互人感服。伊就是过去有修智慧，安尼听有啦吼。为什么有人在讲经，迄、那个语音非常纯正？伊就是伫佛法中有思想挂应三宝的反应。高阳听话，挂应三宝的翻译嘛。今仔日伊伫世间去讲经说了，迄、那个口气讲出来，即、這个音色较真清楚。安怎样吼？为什么有人伊真清气想，啊，即、這个身躯真洁白，啊，佫袂破病，就是伊过去有真慈悲心，吼、哦，就是先生来得，伊绝对无揢物件去供动物。很了解哦，伊今仔日开始无病，伊即卖来，佮他讲，为什么有人，伊即个外相真水，啊，身躯的宽度比一般人佮较正确，哦，就是因为伊过去有佮恭敬别人，哦，即卖伊佮讲，为什么有人伊端笑，就是因为伊过去有轻慢别人，轻视别人就对了哈。为什么有人面相非常歹看？
伊就是啥？伊过去高寿去，安听话，今麦来哈。伊讲为什么哈？有人非常无耻，哈、哦！啊，今先今世哈，伊学问拢无，就是因为伊过去哦，有那是无耻。好、哦，安怎无耻？就是讲伊过去有聪明的中间，伊唔肯教人安尼，迄款。伊捌的道理唔见教人，迄个人本身就是无耻，较会得到金钱金钱无啥学问安尼。好，安怎样吼？即卖来伊讲讲，为什么有人吼音啊，比如讲闹讲话讲袂出来，啊，搁在下教，就是因为伊过去有诽谤别人。好，安怎样吼？为什么有人臭伊人？吼？伊听经听，伊臭伊人，啊，搁在听经听袂详细。譬如讲听点唔知，伊甲想对对，就是因为伊过去吼无听经过，轻视着这个经法。安怎样？为什么有人会做奴婢？就是因为伊过去有欠人的债。爱注意啊，欠债行行的啊。安听好无？今仔该做奴婢哦。即卖来讲，为人搁再来哈。伊不但负责，甚至伊做人的中间，搁在无要尊敬三宝，无要拜佛。安听好无？伊不但负责，搁在无要拜佛。吼、哦，为什么有人面色皮肤带乌，就是伊刚扎着佛前的顶？安听好无？吼、哦，佛前的顶哦。今麦来哈、啊，为什么身躯会生痔疮，会生恶疮、生裂啊，生袂好？就是因为伊过去拢总用锤啊，讲动物，讲甲老火老滴，安敢听有？啊、哦，即摆佫再来，哈、哦，伊讲，讲为甚物有人人看到伊无欢喜，就是因为伊过去孤单，有哪无欢喜别人？安了解吼、哦？哦，你即摆你家己想啊，看你即摆的状态情形，我是安怎？啊、哦，今麦搁再来注意一下哈。今麦来，为什么有人会气嘴？安、啊、听无？就是因为伊过去钓鱼啊，钓鱼啊，才会气嘴。先将前生钓鱼啊，好鱼啊，迄、那个嘴吼缺口，所以今生出世才缺口安尼。啊、哦，你们可注意听哈、啊，啊，你们可注意听。各位注意哈，现在给讲安尼啦哈，讲健谈的人哈。譬如说他今生健谈，就是他精神对狗而来，安听好不？精神对狗而来，再来哈，为什么有人那个心卡不住就受气，啊，就有一点狠毒，他就是他对羊而来，对羊而来出事的，为什么有人心好动，不安静，就是因为他精神是对狗而来。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为什么人的身躯有腐臭？有无？有迄款人有无？就是因为伊精神是从虚闭来，虚甲闭，有腐臭的人有吗？哈、哦，真的啊！哈、哦，先问来伊较讲安尼，为什么有人向恶含迄个毒心？就是伊从这个毒抓来，啊、哦。搁再来，为什么有一种人爱食好食，啊，不过拢爱杀众生来食，就是因为伊过去由豺狼鹰来，豺狼甲鹰啊，迄拢总是个食动物的，伊今生较会足爱食这个动物的吧？哦，这是个人，这个世间内底有在、這個、哦，安了解吧？所以今生今世，你会当讲人生人事上的这个百态，
各种的状况哦，拢总有伊的前因。聪明有聪明的前因，无耻有无耻的前因，放杀有放杀的前因。哦，行毒的人都行毒的前因。所以今仔日哦，人间的百态中间实在是无法当讲，安怎无当讲？因为伊拢总是伫这个五处来啊，五处来伫迄、那个五处中的这个杂物产生起来了，所以人间都来，这都各种无同的这款动态嘛。哦，像讲迄、那个有的是东西报啊，唔是无东西报，有的东西报了报未尽，但是得去不断的报，比如讲。进来这个在写一段呢，囡仔出世那是夭折的囡仔，死去一个在落什么多？那像迄个公墓女因妈妈出世了，七月就搁堆落嘛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恁上地中间就知影。啊，那是伫福建，人丁聪明，会当达到三达地，绝对无阻碍。三达地就是天干的命、宿命命甲路心命，那伫福建点点就必定有三达地。这是自然这段话讲个咧，但是烧香在世途径，自然就彻底会当体会五无相得安尼，无相之理。好、哦，啊，搁在五体五相得，就讲你强定了后，自然会通达一切佛法。好、哦，会通达世间的缘起本空，会当见五无相法，佮达到天干的明、宿命明、甲六尘明。哦，这段就搁是安尼啊。好，讲到这，弥勒尊哦，哈、啊。